神岩山庄义和圣堂，农历大年初一，哦，举办团拜，还有64代祖师像接火仪式。哦，你看东边，本来那个旧临时火塘，民国80年代成立的，终于在111年，去年大概下半年整理掉，变成庭园了，种农柏了。哦，比较空旷，比较清爽，你看。光线也比较亮了，然后旁边还有慈心亭游乐园，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呢。圣堂东边有台南艺术大学呢，更远有乌山头水库红景区天坛吊桥，天坛吊桥天坛呢。